富商大佬刘銮雄近期以首置名义用4000万购入了前女友吕丽君的湾仔一环特色户，有人说是用来帮女方还债，我们就收到消息，交易条款规定吕丽君必须将交易所得的4000万全数存入德意志银行的户口还债，并要在4日之内将存款证明交给大佬。不单止这样，吕丽君还要向大佬保证交易的时候绝对没有第三者拥有物业的任何权益，做法非常罕见，目的是要令吕丽君没办法随意动用到笔钱。大佬去年年底被人拍到和前女友吕丽君一起现身铜锣湾黄室堡，令到外界猜测他们两个是否复合，但是他之后高调召开记者会澄清和吕丽君当日只是谈事，强调是纯商业交易，但是他当时就拒绝回应是否和吕丽君的欠款有关。